洗澡，小时候啦，小时候，小时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说一起洗澡是老皮还是干妹啊？老师跟老皮一起洗澡的人是我哦，所以是，等一下，所以是干妹的意思哦。哇，糟糕，明明跟老皮洗澡的人就是我，跟干妹一起洗澡，大概以后都要见红了。好，呜，而且现在游戏回来救援，我们现在可以终止这个话题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吉祥，对不起啊，麻烦你那个等一下。今天播完以后找我们领四胜啊！哎呦，这边突然又开了一个会战啊，然后瞬间秒了唢呐。这个暂停一结束就动手秒唢呐，这有点狠。对啊，这是不是暂停的时候就讨论过？就是我等一下就秒那个唢呐，待会死定了。对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个、今天我觉得现在 S3 代这个 Meta 就是辅助真的很难玩，就我真的要这样讲，应该要出一个装备，就是只有辅助可以买，然后内件500血量之类的。就你看到各种秒，就是各种在秒辅助，因为辅助是在做视野绕单的机会其实蛮大的、然后真的自保能力不是那么好。我发现好像有观众误会啊，跟老皮一起洗澡是那个上次老皮来台湾玩的时候，我负责招待他去温泉洗澡，我跟他一起洗温泉，大家不要误会，照片都有穿裤子，谢谢啊，插播一下。那你的意思是吉祥老师那个没有穿裤子？他那个肯定是没有穿裤子啊，不用讲。哦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。啊，学弟不要生气。好，哎呦，我看到 HK Image 躲在一个相当阴险的角落啊，该如何是好呢？这个时候 GIA 只要一个大意，可能会在这边又是辅助，辅助，辅助，好伤心啊！哎呦，结果这边有一个立山卓的闪现定没有定到人，戴安娜的。